面前是吧？对，是。我因为断奶欢乐开怀。看到吧？放地上。这个我看那边啊，嗯，慢一点。角度放进去的角度对准视频。稍稍慢一点，慢动作。发展
的颜色。撒花的味。你走也不会了。这个啊。弄了之后，这个站着。这个那个视频。在房间打工的小郭目前已经去做了一次体检，回去再检查一下，他就发现不少人根本不需要进行检查，只要交完费用就可以回家等着吃。小郭是最终级的杭州人民公安局拿烟的。他给你一张表格一天。随后，小周取消了一些费用，回家等着，对方等去办去。重点的话就是说，没病的人肯定就是看无所谓啊，检查也好，再证明一下自己有没有病吗？但是，要是真的一切有病人，他就隐居可能了。带着小周的质疑，加班的黄前记者来到了杭州警分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，一名工作人员向我们介绍了情况。那杰华的正对面对着那个视频就是。Thank you.
去了。把我镜头挡住了，谁知道人家能弄什么东西？那你也就稍微弄一下就可以了，这证明我们拿得出来，接得进去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有点难的，这个有点难的，这个我好久的。不能暂停，你慢慢弄就行。你把它解出来就行，不用装。洪志仁的工作人员说，老太太就是从这两个从新疆划过去的。换一个。